要等那个伊莎贝克。好，马上就要开始转身运动，跟上个秋千回味下童年喽。接下来荡个秋千回味下你的童年。好，马上就要转第一圈喽。好，接下来还有第二圈哦。尖叫声在哪里？好，那我们中场休息一下。好，马上要转到我们的第三圈喽，往前转。好，不要紧张了，不要紧张。感谢各位搭乘，转要结束喽。好，先做个稍微休息一下，好，安全带给大家打开咯。很好笑，今天好不好玩？下次要不要再来玩？好，明年过年再来玩，好不好？笑得不开心就不能来玩。对，我们去后面，这边都不红啊，真的不红啊，我们去。不用了，再长一点，好，可以。好，来下一个，耶，踩到了。好，放进去。好，可以啊，有红就好了。那颗应该也可以。那个小的红色可以吗？右边右前方，右前方，右前你的右前方。我知道。翻起来看看，因为那个看有没有烂掉，要先看。看有没有白白烂掉，拿起来看看后面。十月到三月，我现在买菜我都看这个。因为只要当季的话，就不需要花那么多钱。好了好了，可以了。你们要走了吗？我踩到七颗了，没爬到，它这里的顶像。
哪里好玩？哪里不好玩？就看起来有一点无聊啊。好玩吗？这里？他金明题就觉得无聊，每天玩很无聊了。那金明题自己先回去他们家吗？那我就留你们两个在这吗？他不是有的玩就好玩了。你要靠手腕丢了，手腕，手腕。你要丢太高了，然后小力，是小力。哦，你要小力哦，丢太高了，丢低一点，丢低一点，丢低，丢就进啦。丢了大概200才会进。不200呀。哎，竟然又弹出来，运气真的是不是很好。就打铁王出现了，哎呦，果然是运。